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奥运。今日同大家分享个菜式是孜然羊肉。我哋嚟睇下啲材料介绍。切粒嘅羊肩肉、灵魂孜然粉、芫茜同埋蒜蓉。我哋先嚟整灵魂孜然粉。材料有红辣椒、小米辣、八角、去核草果、孜然籽、花椒。先中火炒下啲辣椒一分钟左右，然后加入其他香料，再白镬炒个三秒，炒过啲香料摊冻之后，用个厨师机打成粗粉。依家嚟腌下啲羊肉，生油、料酒、白胡椒、食盐、糖同埋粟米淀粉。先加盐、白糖、料酒、白胡椒，捞匀匀佢。之后先加入粟米淀粉，然之后捞匀匀佢，加入油，再捞匀匀佢，搞掂。热锅加少少油，七成油温左右啦，放啲羊肉落去炸一炸佢，炸成诱惑嘅金黄色，然之后捞出啲羊肉，个锅咧剩翻少少底油，细火爆香啲蒜蓉，大概三秒，加入灵魂孜然粉。炒出香味，30秒左右，加入羊肉，捞匀匀佢，加入啲芫茜就可以上菜啦。请慢用，以上是今日美食视频的分享。喜欢这道菜的朋友，请帮我点个赞和关注我。我们下个星期再见，拜拜。